且又贤惠听话，大家都很羡慕志明。但是志明心中还是有点遗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总觉得他太太的鼻子不够挺。有时候志明不禁想，这太可惜了，要是能换一个鼻子像林志玲那样就太完美了。所以每次一上街，志明总是盯着别的女人的鼻子看，一看到让他心动的鼻子，他就上前问，你把鼻子割给我好不好，我有钱。当然没人愿意啦。终于有一天让他碰到一个女人，好啊，可以啊，但是你还给我多少钱呢？3000怎么样？太傻啦。3万不够。那你要多少？3000万。啊，3000万，而且是现金。这没有。有，只要你愿意，多少我都给。说着志明是神经病。这女人继续说，可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必须到我指定的医院，由我指定的医生来做手术。没问题。于是志明可去就跟春娇讲了。春娇一听就说，我不要，我不干，我要跟你离婚。老婆，我是帮你换鼻子让你更美啊。这样吧，我有钱，你要多少我都给你。啪一下，志明跪下了。他老婆实在是可怜他。好吧。于是志明联络了那个女的，约好日子去动刀。到了那天，志明带着现金还有春娇到诊所去了。那哪是诊所啊，就是一间公寓，也没招牌。进门之后，房子里黑漆漆的。那医生走出来了，看起来就不像医生。春娇一看，这是秘医吧。志明安慰他，别怕，秘医都长得这样。医生说，换鼻子的人已经在里面等了，不过手术前请先付款。于是志明把预备好的3000万现金交给了医生，医生带着钱绕着春娇进手术房了。志明在外面等，等了一会儿就听到里面哀嚎声不断，过了一会儿都没有。奇怪，等了2个小时、3个小时、半天都过去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终于，春娇走出来了。春娇扶着墙，哎呦哎呦，老婆怎么样？痛不痛？痛个屁！我腿都软了。啊？割鼻子会腿软？割什么鼻子啊？他给我敷脸，趁我不注意，还给我打了麻药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志明看他老婆鼻子还是那样，那大夫跟那女的呢？走哪儿前跑啦！啊，3000万没了，老婆还白挨了一针，那可真是赔